99%99%的党员都是好人，而且昨天我听说，战斗史的袁先生啊，一位袁先生在这儿讲的关于党员全是犯罪，这是不对的啊！我完全不，我当时我就制止了班农先生，而且班农先生明天或后天他会在节目中纠正，啊，我说如果这样说，我不会跟着你们在一起的，99.999%的党员都是好人。